好吃，为什么我觉得稍微有点点辣味啊？有可能他有放他那个销魂辣油。对，因为销魂面他们的那个很有名，是他那个辣，真的，他有融合销魂面的那个味道的感觉。今天的影片结尾一样会有抽奖时间，记得要开启 C 字幕，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后面哦。啧啧开箱，今天要来吃东西。为了要好好的来品尝这个东西，我就是今天都不敢吃午餐，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饿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很特别。大家有吃过大师兄销魂面铺吗？因为它还蛮有名的。然后我个人是吃过蛮多次，然后它现在红到连在我们台南都有开分店。我现在看到台北人在那边排队，我都觉得他们很可怜，因为就是在台南，他目前好像还是不用排队的状态，但是它。其实是真的蛮好吃的，反正就是它的面就是蛮 Q， 而且重点是吃完会很饱。这间店就很红嘛，那现在他们居然呢来开发了新的产品，是他们的卤肉包，那名字叫做大师兄秘制销魂卤肉包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让你配饭或什么，就变成卤肉饭。我个人对卤肉饭也是相当挑剔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卤肉饭这种东西呢，也是一个各有拥护者，因为有的人喜欢吃比较肥的，有人喜欢吃比较瘦的，有人喜欢吃那种像肉渣那种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试。试试看这个大师兄销魂面铺很好吃，但是他们推出来的卤肉饭到底好不好吃呢？然后重点是他要用集资的方式来推出它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外面在卖的那种卤肉包，可是它走可爱路线的，就是它不是放一个什么萧敬腾的脸在上面，然后它上面有写它的加热方式，把它弄在一个热水里面，然后就隔水加热就好，或者是你整袋放入电锅，或是拆封放入容器微波都可以，然后再淋在白饭上就。可以吃了，很容易。里面有五包，一共十人份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包是多大？一包就是这样，好像面膜。然后这一包就是两人份，就事不宜迟，赶快来试。大家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的就是隔水加热。你看这边已经有一锅水了嘛？那我要放进去喽。嗯。那我要把它推进去了吗？嘿，那把它放下去。加油，加油。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好了，就把它夹出来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，饭加热，卤肉加热好，然后我们煎了一颗蛋，就是在旁边做装饰用。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时候就来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摸它已经是烫烫的，倒在这上面来给大家看看，因为我们也都还没有看过这个卤肉的本人，不晓得它是长什么样。哦，哦，天哪！这个是我喜欢的那一种，哦哦哦，哇，它肉蛮大块的耶！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喜欢，因为我现在只倒了一半，可是就这样，然后你可以，这我已经完全可以配大概一碗半的饭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我跟你讲，这时候一定就要这样子夹它，来，赶快来拍这个，然后抖它。因为我们南部人在吃呢，我们叫做肉燥饭，就是一定是这样子，有一块的肉的，嗯，还蛮香的。我觉得有点南部口味，为什么闻起来有点甜甜的感觉？哦，有甜甜的。对啊，甜的，好吃。为什么我觉得稍微有点点辣味啊？有可能他有放他那个销魂辣油。对，因为销魂面他们的那个很有名，是他那个辣，真的，他有融合销魂面的那个味道的感觉，但我觉得蛮特别，还不错。这个已经打败台北很多间了啦，有没有加蛋？好好吃哦、喔，这个 OK， 这不错，停不下来耶，吃的心花怒放。因为我跟你们讲，那这个卤肉呢，基本上你不用咬它，它是会化掉的那种。因为台北很多间的肉燥饭、卤肉饭都是那种很小的碎肉，那种我就是真的不喜欢。然后所以我都会去西门町一家晚上十点才开的去买，在内江街那边有一家叫阿才师木鱼肚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卤肉饭就很好吃，这样肉燥饭它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，然后就外带来吃。但这个真的也是蛮好吃哦，你好厉害哦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可以随便煎呢？真的，你好厉害，荷包蛋啊，很好。但我个人会觉得，真的可以先吃吃看，单吃肉燥饭就好，其实真的是蛮好吃的。
不错，而且其实呢，我们刚刚那个卤肉的量完全可以再配更多的饭。然后像我们刚刚在加热啊，其实是假如你这样丢到滚水里面，你差不多就是两三分钟。其实你就是拿出来，然后你等一下以后再摸一下，看它有没有变软，而且烫烫的。那就是差不多就是可以了，像我们刚刚这样就非常成功，真的是好吃哎，我蛮意外的耶。但我跟你们讲，卤肉饭这件事情，饭也是很重要。就如果你们要买这个回家，那你就要有配好的饭，你不要去拿那种粘在一起的饭，我真的看了会很痛苦。你知道有的餐厅它都是什么上海菜什么菜，它号称菜煮得很好，但是饭来一坨的，叫我怎么吃？热炒店也是，饭如果糊在一起，菜煮得再怎么好。也是没有用，饭是最大的学问，所以它一包是100克，那两人份的，一人是分到50克。它会有一些方案是另外有搭配他们那个大师兄的销魂面，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也是喜欢吃卤肉饭，也喜欢吃他们的销魂面的话，你就可以一次带。像现在大家有时候不敢出门啊，像最近又有人在跑来跑去，或者是最近常常下大雨，就是根本不想出门，你就可以在家里面不用说吃泡面，你可以吃这个，真的。你如果每天都吃泡面，吃到翻脸。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它更多的资讯，比如说它的详细的成分啊，或者是它这个肉是怎么卤的、啊，它用了哪几道工法，或者是它使用了什么样的猪，绝对不是美国猪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还不能进口美国猪。这些资讯你可以直接到它的页面上去看，我们会把它放在影片底下。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来尝试看看，真的。不管你是北部人、南部人、中部人、东部人，我觉得都可以吃吃看。有加一点点辣油的，很有趣的一个卤肉饭、肉燥饭的。做法，今天我们就是要送出一盒这一个大师兄销魂卤肉包，一盒5包10人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留言，而且就算是你抽奖了，你还是可以先买，这样你就多几份可以分给大家。那只要你完成以下两个步骤，第一是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#啧啧开箱，所以大家赶快踊跃的来留言。你们是叫卤肉饭还是肉燥饭？但是我不会管你们，我就是肉燥饭。因为这才是最正确的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北部人真的难相处，你们北部人才难相处，一天到晚来我们台南玩，然后再说台南食物好甜，那你不要来啊，你很奇怪，然后很喜欢去找台南人说呵呵你们东西好甜，然后如果台南人不爱吃甜又会说啊，你不是台南人吗？你怎么都不吃甜？你怎么都点微糖的饮料？都你们的话。